楚楚，我愿与你朝夕相伴，照顾你一世周全。你可愿嫁我为妻？ 楚楚，王爷，这是冷姑娘抓的药，她有事儿要忙。这药是我煎的，你趁热喝了吧。有劳。你，哦，进来说吧。 听我处置。那天说好的，见过乌衣大叔之后，楚楚任由王爷处置。你先起来。好，那你应我三件事，就算处置于你了。嗯，几件事都行。第一，你先站起来。啊？就这么简单啊？这就算一件事啊？第二，原谅我。 哪有这么处置人的呀？楚河落水那日，是我不对，是我……那个，那个不算。那天是我发脾气气着你了，应该是你原谅我才对。好，那你我彼此原谅。那是你母亲的遗物，你要看看吗？去吧。 原来我娘喜欢这种颜色。这是我根据你做的复原头像和这些衣物画的，刚刚只画完线条，还未着色。你放心，日后这些东西都会原样归还于你。我娘真好看，她还在对我笑呢。你如此聪明。 待若还在世，定也会十分欣慰。此花待我着色，精苗之后，再送与你。谢谢王爷。楚楚，这第三件事，我虽不知我父亲这些年经历了什么，但他独居于此，却又病痛缠身，生活一定十分不易。我身为人子。 没有在他身边尽过一日孝，却是你，在他最困苦的日子，常伴在他身边。楚楚，谢谢你。王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样我可受不起。要谢，应该是我谢乌衣大叔才对。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嫌弃我，从小陪着我，给我讲故事，鼓励我。 真的很感激他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还有你，那你可想好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如今朝廷要抓你回去问罪，你怕牵累我，是我为难是吗？ 王爷，要不你把我交给他们吧，我相信，你一定能让这个案子的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我就是
先回长安，在大牢里待上一段日子。我不害怕。楚楚，你仔细想想，我几日前刚刚查知你的身份，上海有许多事情有待查证，千里之外的长安就已经发了抓你的命令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有人盯上你了。盯上我？谁啊？大内代总管秦鸾，他发现你身上的石坠，断定你与我父亲有关系。秦鸾唯恐当年的事情真相昭雪，所以他想通过你找到我父亲，将你们一并灭口。你若此时回长安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可眼下黔州私铸铜钱一案疑点颇多，背后牵连甚广，我若为护你随你回京，那便正是中了背后之人的奸计。所以楚楚，你若真执意要我把你交给他们，才是真的为难我。那该怎么办啊？你若信我，便安心地待在我身边，先生那里我自有办法。为今之计，你我只有共同进退。我都听王爷安排。那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与我一直待在一起？当然，我愿意。我愿意一辈子都跟着你当仵作。不是当仵作，楚楚，我愿与你朝夕相伴，照顾你一世周全。你可愿嫁我为妻？你想娶我为妻？是。药快凉了，你还是先喝药吧。王爷在向我求亲了。那你答应没有啊？我愿意跟着他当仵作，愿意跟他共进退，他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可是我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这个心思吗？王爷这个人的脾气吧，我也是知道的。他既然对你讲出这种话，就绝对不会只是随口说说而已。虽然说嫁人为妻不是女子这辈子唯一的要事，但是要是错过了心仪之人，一定会遗憾终生的。所以这件事你再好好想想，自己拿拿主意。王爷，三更半夜的把我从楚家叫过来干嘛呀？我今天好像办了件糊涂事。那叫痛定思痛，不要再干第二件了。王爷，我向楚楚求亲，他没答应我。啊，你向楚楚求亲了？不是，你说我心里有人，让我想清楚。我想过了，我心里的人就是楚楚。那我也没让你跟他求亲呐。那不求亲如何与他在一块儿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你说了什么？就今晚他来找我道歉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你干什么？我看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，哪有这么追姑娘的，上来就求亲还实话实说，吓都把你吓跑了，谁会答应你啊？他好像确实是吓得跑出去了。